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今天有个小炖猪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牦牛肉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有肉。有肉。有肉，好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藏服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有节目组。漂亮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有酥油茶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青稞酒。你淘汰了，你已经输了。你已经输了。预备起。康定城里有番茄炖牛腩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饭店。康定城里有啥？有水。有水啊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牦牛肉。我说了。你说了牦牛肉。我说了牦牛肉了。行。妈妈淘汰。到你了。有什么？有桌子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咖啡饼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筷子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哈达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山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有卓玛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有杯子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炖猪。说过了，又了炖猪。说过了，淘汰。我是大炖猪的吗？还是小炖猪？你是炖猪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哈达。说了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有校街。校街是什么东西？校街。校街是什么东西？好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预备起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允儿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有动物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。这个是番茄牛腩汤。番茄牛腩汤。哦，冠亚军，别说了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有凉茶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人类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生牛肉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有手镯。康定城里有什么？康定城里好吗？我这说不下来了，我服了。是所以嘛。